哎，看看呀，你咋来了？你今天不是加班吗？我给你送晚饭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还是我媳妇好啊。你这不是这两天呀？啊，你巡逻费腿。我今天晚上啊，做了个鸡，我把这鸡的这个两个大腿儿给你薅下来了。哎，吃哪儿补哪儿，赶紧吃。哎呀，媳妇儿，嗯。 我发现还是你疼我，嗯，娶了你这样的媳妇儿就俩字儿幸福，嗯，实在。嗯、我这主食拿来了吗？真的，嗯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嗯，哎呀，有它行吗？嗯，嗯，你行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刚子别光吃葱，吃鸡大腿儿，嗯，啊，快吃。 咋不吃了？哎呀，我这心咋突突突跳呢？怎么了？我问你个事儿啊，顺风今晚上回家了吗？在家呢，吃饭呢，在家。完了啊！这鸡大腿吃不上了，你信不信？我数三个数，钱顺风准追进来。不可能！3、2、1，找个案子。看见没？ 人赃俱获，好啊！街坊邻居们，我今天下班的时候，我特别高兴，啊，就我大姐特别热情的告诉我，顺风赶紧回家吃饭去吧，我今天给家里炖了一只鸡，我拿着汤勺在那锅里捞啊捞啊，一条腿没找着啊，我还琢磨呢，现在鸡进化的都没腿了吗？这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胖胖的身影闪出了家门，想跑，我什么鼻子？哎呀！ 闻着味儿我就找过来了，赵刚子，你可真行啊啊！一只鸡就两条腿儿啊，多珍贵呀、啊！我吃了半天，我就吃了一个鸡屁股啊，我。是不是？嗯，鸡屁股更珍贵，才一个。你怎么不吃呢你？哎呀，顺风，平时都紧着你，大姐夫这两天不是巡逻废腿吗？我给他补补。拉倒吧你，现在物业巡逻都已经升级了。 他们整天都骑着那个电瓶车在那儿来回的巡逻，对，是应该补补，你应该炖两个轮胎给他补补。哎，你是那个妹夫，你少给我叫妹夫，我不认识你，以后管我叫钱总。行行行行行，钱总，俩鸡腿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，行不？你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我站得住啊。俩都给你行不？都给你，俩都给你，你吃得了吗？ 给你，酥了酥了，还有点肉丝儿。顺风，你也太损了吧你啊！啊，行行行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都给你吃。我吃大葱行不行？一点不善良。你吃啥呀？我吃大葱呗，我吃啥我？哇，还有粥。这你平衡了吧？我平衡了。嗯，行了。 然后，喂，哎，张总，您好，你放心，我明天早上8点一定准时到您的办公室，咱们签合同。什么？啊？不是，张总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明天咱不能签合同了。哦，您这个皮肤病、老毛病、荨麻疹犯了，您得去医院。不是，您明天去医院，咱合同怎么办呀？ 哦，不是不是，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尚总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您今天有病，今天就得看呐、啊，对，今天晚上有病，你今天去医院啊，哦，我有关系啊，你交给我呀，我给你找医院，我给你找专家，今天晚上咱就把你把这点病给他解决了，明天不耽误咱们签合同，好吧？你等我通知啊，等我通知。师傅啊，吃啊，我吃什么吃啊我？ 赵刚子，你也别吃了，你嘎吱嘎吱的干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你别虚溜了你，你影响我的思路。哎呀，顺风，别总欺负你大姐夫。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尚总明天早上跟我8点跟我要签一大合同。他现在可倒好，他说他荨麻疹老毛病了，他犯了，他明天早上得去医院。他去医院，我怎么签合同啊？我顺风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人家身体不舒服，看个病就完了呗。你合同着什么急呀？你回头再签呗。那回头你这一回头，我钱没了我。你知道我这笔合同签下来，我能挣多少钱吗？我，我告诉你，这笔钱我要拿下，我就不叫钱顺风了，我就。你叫钱疯子？我叫钱要飞。完了，一分钱挣不着，全飞了，还钱要飞，你看吧，没文化的样子，这是腾飞的意思，腾飞。这不跟你们聊了，我得赶紧找关系我。哎，顺风，老毛病又犯了，这又找关系走后门了，这都啥时候了？现在不好使。嗯，你懂什么？你懂啊你？你这喝你的粥，吃你的大葱嘛。哎呦，急死了。喂，嘿嘿，刘总啊，刘总，哎，你有医院的关系吗？哦，没有啊，打扰了。人家没有，做什么你？喂，张总啊，你有医院的关系吗？哦，有，张总有。哎，张总啊，张总，你这么着啊，你马上通知那个医院的所有人集合，我马上带病号过来。哦，我是个神经病啊。笑什么笑？哎呀，都别笑了，行不行？我这急死了，我在找关系呢，我这。喂，刘总啊，哎，刘总，你这样啊，你发动你所有的社会关系，你帮我找。喂，怎么又给我挂了？这么难吗？这事儿？顺风，哎，要不你把这唯一的鸡腿给你大姐夫，让你大姐夫给你想想有没有办法。我找他还，他能认识医院的人啊？啊，他顶多认识幼儿园的人，还是咱小区的幼儿园的。我鸡腿儿，你可真实惠你大姐。是，喂，哪位？拿过来。哎呀，啊，总院的孙副院长啊，您好，您好，啊，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不用，啊，有什么需要你们医院方面的我说话？没有，啊，好嘞，再见，孙副院长。哎，你赵刚子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你？我刚才我这么给你比量，你看不懂啊你？我看懂了，你不是让我吃鸡腿吗？我让你吃什么鸡腿啊？人家孙副院长都说了，需不需要帮忙？你就是你需不需要帮忙？跟人说呀！我说不需要。我需要啊！我在找医院呢，我在找专家呀。尚总他痒，我刺挠啊！哎呀！哎，顺风哪儿刺挠？大姐给你挠挠哪儿？挠什么挠啊？大姐，我问问你啊！哎，大姐夫怎么会认识总院的孙副院长呢？你看医院里啊，人来人往啊。安保工作多重要啊！对呀，他们想找一个优秀的保安队长。哦，找了好长时间没有合适的啊！这不，你大姐夫把咱小区那个保安队那个刘班长介绍过去了。大刘啊？对，就是那大刘，人家在那把工作干的是井井有条的，那上下领导非常满意。这不刚才打电话感谢你大姐夫呢吗？哎呀，大姐夫啊，多好的机会啊！你说你这是浪费了不是？我没法跟人家，我不好意思。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人家孙副院长都问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说我这事儿，人家好意思拒绝呀？我不好意思说，我好意思说，你好意思说，你又不认识人家。我告诉你，我找大刘。哎。你刚才不是说大刘到那个总医院当保安队的队长了吗？说不定他就能帮我这忙。大刘不能给你干这事儿，我对大刘有恩情。什么恩情啊？我这就是关系，你不懂，你这个人。哎，大刘当年在咱们小区当保安的啊，那时候我每天我都有饭局啊，我每次回来都给他打包两个菜呀。哎呀，让弟兄们吃。弟兄们高兴了，特别是这大刘，假客气。哎呀，那谁，钱总啊，不要了！我说不行，必须吃，这是我对你的恩情。生病，他肯定能帮。哎呀，我给他打电话，哈哈大刘，我对他有恩情。喂，哎，大刘啊，猜猜我是谁？等会儿，我肯定是没报名字，他不知道我是谁。哎、喂，小刘，我钱顺风。大姐夫，哎，大刘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吗？不能，你那人品，他一辈子忘不了。不是，那要是换号了，我看，你看看，没换，就这号。他怎么不接我电话？你这样，你别吃了，哎呀，你都吃饱了，你都，你这样，我给他拨过去，你说，哎，这拨过去。喂，哎，大刘啊，我这刚子，嗨，是刚子哥呀，哎，你怎么拿这个号给我打电话呀？我以为钱顺风呢。大刘啊，我说你二姐夫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能就这么挂了呀。不是，每次我二姐夫有饭局的时候，就给我们带点剩菜剩饭回来，关键的好几个菜都混在一块儿啊，我都看不清楚啥是啥。你见过吃麻婆豆腐的时候得吐鱼刺的吗？我总说不要了，他非得说这是他的恩情。我跟你讲，大刘啊，你二姐夫这就对你不错了，明白不？这要是我的话，一个鸡腿把肉吃完了，剩个骨头还得让我嗦了呢。哎，刚子哥，哎，你打电话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啊，是这样啊，那个大刘啊，就咱小区那个尚总。哦，尚总是这样的，他老毛病，荨麻疹，完了就今天突然感觉特别痒，也很想给他找个医生啊，给他看一看。哟，这个点儿要不就得挂急诊。哦，哎，要不我推荐一个我自己经常用的京东健康 APP 啊，特别好用，急您所急，常借，有京东健康守护，人家夜里9小时都有专家一直在，可方便了。啊，哎呦。行，好嘞，你这样，你把那个链接给我发过来啊！好嘞，刚子哥，嗯，有空咱聚聚啊！行，哎，大刘，我钱顺风，你别说话，你这说的挺好，你看你一说，你这玩意儿，这老挂我电话干什么？你说他，哎，你看这行了，这链接过来了，你这样，你就把这个链接啊给这个尚总发过去，我不发。人家尚总，人家要的是医院，要的是专家，我，你给他发，你给打个电话。对，大姐。喂，哎，尚总，你好，我孙涛。孙涛是谁？邵峰的朋友。邵峰我知道，是个好演员。打电话，重新打一个。哎，喂，哎，尚总别挂啊，我赵刚子。啊，哎，刚子，就顺风啊，已经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了。这样，我给您发一个链接过去，完了您看一下啊，您看看行不行？如果要是不行呢，咱再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我试试。好，你看多好！好什么好？完了，赵刚子，全让你给我砸了，这生意完了，泡汤了。人家尚总要是高兴的话，能是这口气吗？啊？人家肯定得说：“哎呀，刚子，谢谢你啊，你可帮了我大忙啊！另外你通知一下钱顺风，明天早上8点到我办公室签合同。”这才是高兴啊！现在什么口气啊？哦，好吧，我试试吧。他都恨死我了，他都。你想多了，顺风，你这心眼也太多，不至于。我认为这个事儿肯定成。嗯。我告诉你，赵刚子，我给你打赌，打什么赌？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我公司的10%的股份我送给你。哎呦，才10%啊！嗯，太少了。50%行不行？51%，我们要控股。你说话算数不？算不算数？我跟你说，我钱顺风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？你瞧瞧啊，你看不是，我算数，大家给我证明51%给的。都证明！你办不成！来电话了！你接！哎，尚总，嘿，刚子，哎呀，真是谢谢你！这个京东健康 APP 呀，太好用了！哎呀，我身上的问题现在全解决了。哎，你告诉这个钱顺风啊，让他明天早上8点照旧签合同。哎，邵总，你稍等一下啊，是这样一个情况，明天早上8点我得去，为啥呀？是这样啊，我刚才呀已经非常顺利的掌握了钱顺风这个公司的这个51%的股份，我现在是控股人。哦。 哎，那就太好了，有你在我就更放心了。那你就告诉顺风，明天就不用他来了啊。啊，那个，我觉得还是让顺风来吧，是吧？我拿了51亿，毕竟他还拿着49%嘛。他哪有那么多呀？他那公司我原来就占有45%，你再占有51%，他不就剩4%了？ 他还来搅和什么呀？要不然咱俩商量商量，让他自个儿退出得了。我看行，尚总就这么着，把他踢出去，就咱俩了，好吧？尚总，明儿见。大姐说，不是，你这不行啊，你这，哎呀，大姐夫，那明天我得去啊，你这不行，大姐夫，哎呀，跟你开玩笑，你去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服不服？我服了，哎，五体投地啊！大姐夫，干啥？来，这鸡腿给你，一个我能吃吗？一个我立不住啊！ 你这不行啊，媳妇儿，走巡逻去。走，大姐夫，我不去了。